什么？你说这个可以控制时间？信不信由你。真的假的？妈，我想要这个游戏机。家里边都多少个游戏机了？太硬了，我一个都。啊，行，过生日给你买，好不好？改变时间日历，撕到想要的那一天就可以到达。9月27。行啊，摸摸头。要是能不学习就好。对了，到十年以后我就不用学习了。哎，没电，是十年后啊。又到十年，你都20多岁了，还想不想小学毕业了你啊？啊，像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对象？哎，以后我和什么样人结婚啊？去看看。是五婚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。你别回来！这小鬼该没给他结婚吧？哎，老板，你这有烂菜叶子吗？拆一点给我，好哈。啊，妈，这个桃子烂的，要不给我？妈，你怎么在要饭呀？这个熊孩子都是因为你不好好学习，没出息，我养老金都花光，我都3个月没吃饭了。啊，不会吧？我要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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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回去，回去，我要回去，回去。原来是做梦。你来了，今天有什么20块钱？妈，你是不是去买辣菜叶子了？啊，什么辣菜叶子？妈，我梦见30年以后，我们别说去光蛋，只能买辣菜叶子吃。神经病！你妈我这么精打细算，怎么可能成吃光蛋？这是我俩蟹，这是又便宜又新鲜，刷了个钱给我买好几个包呢。那我能买个游戏机吗？不行，